超级月亮炸弹，这样整顿下来就1001炸弹，超级可观。大家晚安，我是长鑫，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减脂日常。我现在人在宁夏夜市这边，今天的目标呢就是完全不忌口，把宁夏夜市好吃的东西都把它吃饱，然后呢也会把热量都算给大家看，看看我们逛完一整圈夜市可以吃多少热量进去吧。这边吃，还有嘞，这样就好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家，我心心念念的烧马蹄，这家真的超好吃的。这一份啊，因为它的基底都是清饼，所以它热量也不会到太高。马蹄大概2颗80大卡左右，然后花生粉也落在100大卡，最多应该是炼乳应该会有120到145大卡之间。然后这家它的蜜芋头非常好吃。因为我刚刚点的时候忘记点了，所以就没有算蜜芋头的热量。这样的话，我这碗热量其实才300大卡而已，我觉得非常可以。他们家的马蹄在冰冰过之后变得非常有口感，然后不会破裂，真的超好吃。然后在裹上外面的花生粉还有面，绝对要来吃。原味它其实就在吃芋头香，然后加一颗110大卡，我觉得还蛮划算。做夜市啊，一定要吃地瓜球，像这样吃地瓜球热量大概是40大卡。我刚买的微笑皮肤水，它一包有11颗，然后是50大卡。我觉得超级划算，真的是这一款超级好吃的。那像我这包是440大卡。来到这么多点心呢，来到一下家主食嘛。林先生吃的这家的拉珍是我每次来必点的一家美食。那他这样一份我才看到160大卡。吃到现在大概也9分饱，那我现在来吃最后一家来当收尾。那刚刚前面几家都是我以前来宁夏夜市都有吃过，所以都是我觉得好吃才又来，那当然也不会。那这一家是我第一次来吃，那最近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人都在购，给你们看超浮夸的，超浮夸的里面加上炒泡面，那这也是一个超级热量炸弹。葱抓饼啊，大概400大卡，那炒泡面420大卡，然后里面有菜70大卡，加上料理用油90大卡，加上它上面淋上的酱油膏30大卡，这样整顿下来就1010大卡，超级可观，算蛮好吃。可是如果要花1010大卡来吃的，我可能会再想想吧。这个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跟朋友分享，一个人吃完还是太夸张。那我们就赶快吃完这个今天的爆咖之旅吧。刚刚全部吃完之后啊，有点渴，又跑去买了一杯红茶奶盖，这杯是50元，然后它热量316大卡。今天在宁夏夜市总共花了390元，那吃了2900多大卡，接近3000卡，相当可观。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幸福的地方啊，就是可以在夜市里面大吃大喝，然后不用花很多钱，然后就可以吃得超级满足。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之后还想看我来逛夜市或是去哪里玩一整天总共花多少热量的话，那记得订阅我。那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爱心，那也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那今天就先这样啦，大家拜拜。